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时间。嗱，上集讲到嚟到呢一个嘅村庄啊，被呢个火之兵团咧所占领嘅，咁应该咧可以继续行噶啦，可以继续行啦。上次讲到就系呢一个博物馆啊嘛，跟住挟持咗呢一班人啊嘛，呢一班呢三条友啊就系、是、，OK，TM 四十俾嗰个，嗯，我哋咧最好都系留喺度啊，因为咧呢一度咧比较安全啊，即使咧火之兵团啱啱走咗，咁讲，好，呢个咩噶？嗯，叫佢 help me， 佢话佢唔见咗佢嘅咩眼镜定唔知咩喎？我嘅精灵咧非常之弱，帮我揾翻呢个系啦。好，总之简单啲嘅话就系帮佢手啊，帮佢手唔知拎揾翻佢啲嘢啦。好，鸭嘴龙喺度，老鼠，双重听。我是咩系话冰水啊？冇记错、哦，冰水系你多系列，我仲讲先啦。OK， 好，嗯，做咩？喂，你机下喎，佢嚟啊！你两个蛋散定咩啊？啊，我唔可以咧俾呢一个，唔可以俾呢一只嘅利基亚走啊！佢就话应该就系阿霸波老大要想要呢一只利基亚啦。我要快啲咧，试下咧捉住呢一只嘅利基亚啦，就话我哋已经咧将呢条友咧呢只嘢咧围住咗啊，我捉佢入去啦，啊捉佢入去呢个精灵球入边啊，佢就话好，我哋就咧捉到佢入去啦，唔好放弃啊，好快咧就入到去噶啦 ，OK 可以成功咗啦，啊快啲咧去搵翻，快啲将呢一个咧带俾 boss 啦，喺一无人发现我哋之前咧带翻去啦 ，OK 就系咁啊。陀陀一隻神兽走咩？俾人捉走咗。佢唔讲精灵，佢唔讲精灵球，我以为佢俾呢一个咩普通网拉走咗。水枪，好变硬佢哦。哈古龙，哦冰技，好搞掂。嗰个眼镜啊，系咪眼镜喺边鬼度啊？哇！鲤鱼龙，鲤鱼王啊！雀仔咬佢啦，咬佢！哇，呢只咁嘅样嘅，红色翼蓝色头喎、哦，有啲似勇士鹰咁嘅样嘅配色啊，但系完全唔相似，系冰技啦，俾你降咗位啊，暴走佢用，搞掂，系咗啦。呢只嘢成日都见到，好烦。其实有隻威吓虫咧，即系喺野外度有啲威吓虫，其实都几麻烦。因为威吓其实系一个最好强势嘅一个嘅技能嚟，系特性。好，嗯，哈老家，好 ，OK， 搞掂啦。恐惧面孔啊，恐惧面孔啊，差唔多啦。OK， 诶，搵到啦，搵到啦，搵到佢要嘅嘢啊！呢一嚿就系头先嗰个。当行山嗰人话要嘅嘢，我哋即刻拎俾佢睇下啲咩特别啦，就话 What's this？ 你搵到嗰嚿嘢啦，好多谢你啊！黑色眼镜咯，应该就系 Thanks for helping me， 多谢你帮咗我啊！拎呢个做奖励啦，哇，1500啊，当我咩啊？1500，认真，我打个训练家都应该唔止呢个价喎。我哋一阵间睇下训练家几钱，佢俾1500我系嘛？冇睇错啊？定系其实系15000啊？真系千五咁弱智，我特登拎翻嚟俾你嘅。诶、欸，嚟到呢个村庄，点解又系自愿制音乐嘅呢个？好，我系一个嘅化石嘅研究人员啦，应该啊。你如果你需要某啲嘢咧，想问嘅话咧，你睇一睇呢一个嘅机器。Send to be my friend, be by a friend, milk。好。即系简单嚟讲，应该就系话佢嗰嚿系佢嘅朋友定咩啊？可以将啲化石复活啦。简单啲嚟讲就系呢啲唔涉及啲咩剧情，我就唔特别去译啦。除非系嗰啲咩火箭兵团嗰啲就可以译嘅。嗰啲就应该要译啦，因为我唔知剧情咧就会唔系好清楚。Long time no see， 好耐冇见啊！我估你嚟呢度咧系因为咗，因为呢一个嘅唔知咩咩道馆徽章啊，难。Nalinas 啊 ，Nalinas 啊，
好啊，我已经咧攞到咗啦。我睇下咧，你准备咗啲咩？为咗呢一场嘅道馆战啊，睇你有几劲，一个水枪淋死你啦，梅坦龟。好，我沙漠内啊，好一个兵就死咗啦又。下只呢只草系一个兵都死咗啦，系啊，一个兵都死咗啦。哦，呢一只水枪咧，原本谂住用格斗，但系惊佢打，所以唔用啦。哇，轻松搞掂喎！如果你赢到啊，我都冇可能输喎，就话好啊！你好彩啊，啱啱咧将咧我哋我嘅强劲嘅精灵咧都摆咗喺嗰个村庄嗰、那个咩啊 ？Daycare Center 系咪嗰啲咩精灵中心休息紧定点啊 ？OK， my beer with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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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。Mancos City Cafe 佢就话咧约咗个博士咧喺呢一个 City 嘅咖啡店入面，佢就话咧会俾一啲俾我哋一啲小嘅物品啊，就话你个 HM 零二啊，呢一个可以飞嘅吓，好有用的。呢、這个精灵咧而家可以学识飞啊，并且咧可以系咁错就系，并且咧可以咧，如果你有咗个徽章嘅时候咧，你就可以飞啊。简单啲嚟讲就系咁啦。好。OK， I'm off 啦，我而家要走啦，我咧要继续咧我喺精灵道馆挑战。好，呢个咪狩猎园嚟噶，真系，哦系啊，狩猎场呢、這个，狩猎场我哋入去睇下。好，即刻入去睇下狩猎场啦，大奶罐哦。如果大奶罐嘅话，有啲似系金银啊，系咪金银咧？金银嘅狩猎场之类，搞掂，好似又唔系。个狩猎员你可以睇到佢系完全改过嚟咧，我而家冇得游水，所以唔可以游出中间，唔可以游出公海，都吸本小丑。OK， 呢啲就哇咁错仔，有啲咩稀有嘅精灵咧吓？唔知会唔会有啲稀有精灵？哇，即系有忍者喎呢只，咁难捉佢嘅嘢，小奇怪，小奇怪系好有用嘅。小磁怪都劲嘅，其实老实讲，诶、哎，捉到未啊？咁难捉嘅呢只，佢呢一只系咪相对于嗰啲咩？诶，即刻捉到喎！我想讲系嗰啲咩飞天螳螂级数，喂，识飞嘅多多，诶、哎，做乜鬼啊？你做乜跟踪我啊？我话老细咧派我咧进行呢一个最高机密嘅一个嘅搜查任务，佢就话俾人委托咗嘅任务咧就系将咧所有挑战我嘅人带走，系啦。哇！呢啲乜鬼嘢啊？兵器啊，应该系 OK， 应该系冰草。呢、這个就应该似系毒系或者系恶鬼系恶系之类啦。兵器，哇！格斗技咁恶嘅咩？哇！毒针呢嘢仲唔系降喺用格技打先试下咩噶？唔知咩喎？呢只咪打佢唔痛啊？超能力水毒技，我毒系嘅 ，OK， 搞掂，轻松搞掂啦。头先揸到，头先打一打都打2800蚊翻嚟，睇下先。Tether Boss。在今次这个秘密任务呢，我只是呢告诉大佬听呢，这个大师球并不是在这里啊。好啊，忘记我讲的说话啦。OK。好，找大师球在这里。多多。好，继续。欸，这只是旧的这只。我看到有个公仔，这个什么游水。欸，大师球喎。又话唔喺度嘅 ，Master Ball 喺入面，我有冇抄清楚噶？板木有呢啲员工真系死得。好，嗰啲板木嘅其实我都有兴趣玩一啲以火之冰拳为题嘅剧情嘅 Pokemon， 因为好似几有趣。你可以体验一下火之冰拳究竟系真系做啲咩啊？或者系应该系话其他人嘅心目中火之冰拳究竟做开啲咩任务？欸，代龙代兽。我捉唔到啊！呢啲神兽级嘅精灵啊！哦，哇，喺魔老峰都有嘅，大只牛仔呢啲强劲嘅精灵啊，系啦，强劲嘅精灵。嗯，好，
捉唔到添。啊！呢个火箭兵团咧，你可以体验一下，究竟喺人哋其他人嘅眼中咧，究竟佢系做啲咩任务咧，或者有啲咩嘅支线啊、主线任务可以做咧？啊，都几有趣嘅，其实。虽然实际上咧，我哋都知道咩火箭兵团系以咩卖卖嗰啲咩精灵啊，捉咗人哋啲精灵啊吓嚟维生定点啊，但系都好想知道呢只格斗毒。格斗毒其实有一只精灵系格斗毒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毒豆话。这个格斗毒的话就会是四倍超能力，非常之痛楚。好，应该挑战道馆是吧 ？OK， 你咪嚟挑战道馆啊！吓，我就系咧阿 Lina 系呢一个咧 Gym Leader 呢个道馆首领啊，喺呢度嘅驻守。佢就有一啲嘅问题喺度，就话，嗯 ，good luck， 系嘛？是不是有啲咩问题？好似唔系，好似又唔系。OK， 呢个雷系，我仲佢讲话有啲咩问题唔俾入去添。水技，好渣喎！呢个雷系度，有冇啲新嘅雷虫啊？呢、這个同绿宝石嗰一样款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啊，总之全部打晒啱噶啦。哇，雷超嗰个样嚟，系咪有个嗰个样嚟咧？我都唔系好有印象。好似系啊，好 ，password，OK， 搞掂。电击兽咬佢啦，其实哎呀，我仲谂住讲咬佢系好嘅，但系即刻俾人麻痹。好，我而家升紧只咩嘅话事啊？升紧呢只，转只升嘅炸弹先。好咩你样啊？唔系呢只唔知咩样。好炸下，又系你，太多啦啩呢只嘢。快回血先，真系冇雷虫我睇个盘，或者系去到尾先啦。可能系净系改咗管珠嗰个嘅精灵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嘅配置。好 ，OK。好，双打唔系话，竟然要打双打，咁啊派呢次出嚟啊！哇，廿几咧都有啲渣，呢度我嘅咬呢只，跟住呢个用影子球打呢边，哇废到，废到啊招技，好搞掂，咬佢啊唔系喎，用水枪同埋用影子球嗰啲啊，远距离攻击啊，唔好行近。而家俾人麻痹，好得，好嚟啦！佢就话 ：Hello dear， 我就系咧呢一个咧 Gym Leader 阿 Lina， 你需要打交系嘛？好嚟啦，即刻嚟啦！好，呢度用水枪，新又话旧呢只普通羊，一麻痹电磁波，下只，吓三只都系旧噶。三隻其实呢隻算是难打的，如果佢够高攻我会死的，但可惜佢不够高攻喺度，啲技比较渣。但系呢个系十万伏特嚟，我冇睇错，系咪十万伏特？但系都冇啦，已经一个岩石风炸落去啦，再岩石风其实已经玩完了，中咗两下，哎，即刻唔中，中咗两下岩石风啊，应该唔够我只大古快啦。有咩技啊？唔识睇嘅呢啲技。65呢招飲奶啦，呢招係呢招應該係忍耐，忍耐好一個踐踏踩死咗。Well done， 做得好啊！你咧攞到呢個徽章啦 ，Infia 徽章 ，Infia 好呢度咧，你可以用呢個閃光啊喺出面。好喺你走之前咧，攞埋呢個獎勵，呢個24號嘅機啊。可以確定咧，你咧好需要用到呢一個咁強勁嘅技能啦嚇。OK，good luck 啊！祝你好運你嘅旅程。好就係咁，輕鬆搞掂，完全係。差唔多要升下其他蟲咯，費事升曬一隻啊！費事升曬一隻，可以換下呢只，跟住升。或者我哋應拎隻，冇拎大奶罐，大奶罐太屈機，同埋呢啲舊蟲嚟。拎呢只。
同埋系时候要捉下啲新嘅精灵啦，捉下啲新虫。呢度冇嘢，好，我继续行啦。即刻嚟打交啦 ！First challenge， 哇，有型喎呢只，有啲型啊，好似咩飘虫进化咁款啊，两只竟然有，但系一睇就知飞虫属性啊，一扎就死啦。好，又系比卡丘，使唔使咁多有鼻有王啊？有霸杯，咁我系咪要收得档啊？呢度要收翻埋喎，即刻缩小，冇啦啩。唔好缩小啦，好得，顶连环巴掌打咗五下，试下呢隻先，有咩技啊呢隻？疯狂乱爪聚气呢招系加攻啊，哇废到啊啲技，三招炸技喎，三招都劲难用嘅技能嚟嘅，系得呢招毒刺啊，应该就。唔知道毒刺定咩呢招，好少好少可会睇到毒，应该话好少可会用毒嘅技能去通关定点，可以话系真系冇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用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用呢一个毒嘅宠嘅过关，真心少啲咯，我自己都好少用毒系精灵，大岩蛇，大岩蛇仲点打呢只毒技啊继续。大岩蛇聚气，跟住呢招，呢招，呢招原来系投炸地球嚟嘅，咁投炸地球对呢啲大岩蛇就死得啦，因为大岩蛇个防御劲高咧，佢血量系低啲嘅，血量好似得30至50中毒值，呢招系咩啊？呢招回血咯，系嘛？唔系喎，呢招系，呢招唔系都系。哦，呢招系反拳攻啊！反拳攻，你有反拳攻，竟然系。如果冇理解错，应该系反拳攻嗰招。毒手啦呢度，毒刺唔知毒手。佢用挣扎啊呢招。好，呢招啱晒啦，用草技就，用毒技就啱啦呢只。再打，轻松啦。好，继续，呢波算系咪打得啊？真系，哇！咩嗰只要捉呢只疯狂乱爪 ，miss 咗 ，what the？ 做乜鬼嘢打死我呀？又系你，会唔会又出金色噶？好惊喎，好有恐惧喎，又出金色，你出嚟啦，疯狂乱爪！但系点解咁劲嘅疯狂乱爪？我平时见你打家你唔出四下，依家一定六下咁出四下，正常应该三下就停噶咯。第三下爆击，好两下都接受啦，两下都，但系得两个精灵球，四块元四乎呢度。好，望望先。哎呀，冇喎，紧要翻嚟睇睇。好，睇下啦呢只。呢只超能力系嚟嘅，超能力系咁啊！特攻向啦，睇到啦，特攻向速度都还可以嘅，暂时睇落62血量，咁啊快电光石火啦！呢招唔知咩？呢招应该系个招咩啊？放大镜嗰招啊，我都唔知系咪嗰招放大镜啊 ！OK， 我哋可以继续行啦。睇完佢只精灵，发觉麻麻地属性麻麻地，同埋系咯属性麻麻地，一只毒嘅吉落去啦。我未回血喎，好系时候要换其他精灵，换只，但系唔系喎，我得只象可以用嘅。其实老实讲，我得只象可以用嘅，一系就用嗰只火系嗰只蜡烛出嚟，但系水系呢个属性真系好有用啊！系咪咧？要翻 TM15 喎，佢有一个嘅碌士记载住啊。如果你读紧呢一样嘢咧，就表示咧，你系一个咧好好嘅训练家就话，打败咗呢一个咩训练家，我唔知边个训练家。好，攞走呢一个咧 TM15 啊，呢个系破坏光线好似系。
Hyper Beam 系咪 ？Hyper Beam 就系咩啊？冇啲咩问题要问你啊！如果你想知道咧关于我嘅资讯咧，喺啲入去呢一个唔知咩洞穴度，望下先，系咪破坏光线啊？头先嗰条系啦，150-90。好，呢一个洞穴又啱啱嗰条，啱啱留 message 嗰个就系呢个洞入面嘅火技，火焰车啊呢条。即系咪火焰车呢只？呢招咧？吓呢招系呢招唔知咩技喎，真系咁样，唔知咩技，冇 check 过。好啦，弹珠啊，咬佢！弹珠，咬佢！超难珠，咬佢！OK， 风龙即刻嚟个呢招咩技？我都唔记得咗咩夜黑魔灵，好似又唔系夜黑魔灵，好似系夜巨人进化啲。我记得呢只，哇龙之路啊！我出翻呢只啦要，出大笨象唔得啦呢度，36咧化飞兵技，搞掂。好啊，屠道犬都有呢度。屠道犬呢啲算唔算系神宠咧？如果通关嘅话，通关其实都唔算神宠。你可以抄啲咩技？如果一开头你系做屠道犬起手嘅话，其实哇咁咩？佢着咗件衫嘅佢，系咪火照吉利弹整成啊？有闪电嘅佢又呢个系好可多啦。屠道犬啊，系啦，各位屠道犬啊，你。屠屠犬究竟可以点样玩一开头？如果啱啱起身用屠屠犬嘅话，我可以抄到啲咩技？撞击同埋叫声，一抄错嘅其实已经完咗啦，嗰只 game 一抄错嘢已经完咗啦。即系话，如果你想要赢嘅话，一定系要用 SL 大法去玩嘅，因为你唔知嗰条友几时会用嗰啲技。你唔知佢哋有几时要突然癫咗咧，跟住用叫声啊！咁你只屠屠犬净系识得嗌嘅啫。好哥达，烧佢！我即刻烧伤咗，咁劲嘅。我呢只啦，换得啦呢只。啊，换错！即刻换错重大佬，衰嘅。你岩石重。好，转翻呢只啦。火系都真系几，火系嚟讲通关其实唔算话真系好好，尤其是打岩石虫。我觉得最佳嘅通关应该系水或者草，火系真系难搞啲。呢个喷射火焰啊，喷射火焰咪梗系要啦，唔使讲啦。喷射火焰咪一个相对嚟讲最平均强势嘅技能嚟嘅。呢个我用水技咧，好，加你。咁多层嘅呢个，哎用错技啦，我用咗格斗技一嘢撞埋佢添，关下啲兵技啊，点送搞掂啊呢啲，啲大针锋都系兵技，水技啦呢只，费事嘥晒啲技，呢只好，呢个系咩地方嚟噶？我呢个仲唔系捉神兽，或者有啲特别嘅道具执嘅高豆猫水技咧，水技好中意食药喎，其实喺街边去到咁多药食嘅。究竟我突然之间谂起，究竟食药呢一个咧喺战斗中究竟用唔用得嘅？有冇一个打交嘅情打交嘅片段系写住？等阵先，我食一食药先。会有呢个情况，呢啲咪系出现喺同人漫画度出现到。正常嚟讲唔会出现。咦？呢度有其他条路喎。巨钳蟹，咬佢啦！巨钳蟹呢啲系麻烦嘢。对于水兵系嚟讲啊，对于水兵系嚟讲，巨钳蟹非常之麻烦。哇！呢只想要喎，咁有趣嘅呢只嘢，成只敲击黄金款咧，有冇光线？尤其是佢呢个落埋雨咧，都更加强势，令到水技非常之好用啊！应该
睇个血量应该都几高，同埋河马、海马、尖刺海马啊，冇记错。即水箭龟，水箭龟又一只麻烦嘢。好，啱咧，系揸啲书。哇，呢招系水泵喎、啊，高水泵。咁一定要换啦，水枪冇理由用水枪噶喎，仲学住先啦，高水泵。因为其实水技咧，好理所当然咧，就一定要咩冲浪，但系如果冇冲浪嘅话，就系咩攀瀑布。但系就基于佢特工密攻啦，所以基本上都应该会系冲浪或者滚水啦，去到后期系啦。咁但系如果你冇冲浪嘅，就一定要焗住用高压水泵啦，冇理由用水枪啲咁低攻嘅技能嘅仲好。咁但系我哋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啦，下集咧继续喺呢个洞度探索，睇下嗰个剧情点样去向啊！就去到嗰个洞口面前撞到一条友，留咗个信息俾我哋嘅。嗰个人唔知系咪啲咩特别嘅人啦。好，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。如果未订嘅话，帮我揿个订阅啦。中意嘅记俾个 like 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